哪有啊？都前面有打到，我有打到几个啦，啊，但是没有下去，真的啦。但我应该，我们这个应该最好成绩了。你看后面越来越烂，对。然后那个他们这样走不行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那个、欸、棒球员哎、欸，然后呢？加球累，然后呢？有信心，好藐视哦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他还有什么？他只剩股票了。那已经够了，够了，蛮屌的。搭配他只要不要破坏，其实就会过了。你就安抚他，不要参与太多游戏的那种。有，算我刚开始有，后来发现哎、欸、苗头不对，我就旁边就是帮忙捡球啊，跟一些好看的画面。懂丢懂丢，对啦，越来越懂自己。黑啦黑啦，懂自己的定位啦。很棒。棒不要干扰我。而且我刚才听到毛宇说：“花姐走开，花姐走开。”我想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不是在闯关的人吗？对啊，你是参赛。为什么要我走开？”花姐，你超听话，你还乖乖的走开。对，我就真的走开了，连球都不敢碰。对，好可怜哦。再剩三十秒，这刚三十几秒。那刚到已经，你到已经节省时间了。对，到这个票，对啊，这要到了。花花讲，花花说到，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，摇一摇，因为会散热，对，散热。我一直吹一吹。差一点点啦，那边有蒸汽，有没有吹啊？他们照那个握拳啊，大宝你出来，烫，你萎缩了，这是小卷，小卷被烫到，加力，加力，阿力，起来啊，温水煮青蛙，算了啦，你想温水煮，没事啦，温水煮，你看他们要加减肥药的，他们搞，加减肥药出现了，不现，你喝假中药你在干嘛？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么你跟我们一起站，谢谢福华，谢谢。那我们可以不要在人家跟别人吵架吗？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这是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对。很爽，你好爽啊！对啊，你要整马都跑，你整个现在脸色很红润，春了。我自律神经失调好了，好一半了，自律神经好了，原来是无处发泄，得到舒压，得到舒压，神经舒缓。早上看起来脸有点苍白，现在整个脸色红润。对啊，太厉害。然后我们这里复健了，气色变得好好。对啊，精神变超好。你是不是上辈子是刽子手、啊？不是，医生诊断说叫赵哥一定要来我们节目嘛，惩罚了才会好。屁啊！你去健康检查前就自己买那一台啦，自己在那边谈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怎么治？我都叫量血压的，一直弄医生。知道的。别人最怕我去他家做客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都空手道。烦哦！你约桃园啦啦队的？没有啦，我约桃园的棒球员。只有我们会约啦啦队，是约棒球员。我跟我朋友在那边，我在那边下个车。